三个小伙子已经出场了，接下来出场的这个小伙是不是就应该是奔着王老土使劲的这个了啊？我们都一直期待的。对呀、啊。他们把这花灵柩都灵柩这么大、啊，我估计这小伙老土想不想想，那不得是999朵玫瑰花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期待一下第四位小伙的上场啊。这位小伙子说了，要论干农活谁也干不过他，如果哪个姑娘家有地呀、啊，那找他准没错。哎呀，王老土太适合你了，这干农活的小伙子啊，来，掌声有请小伙子出场。全场热烈，东北爷们就是棒，大家好，我叫刘月亮，今年23岁，来自吉林辽源东风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大牛做事贼拉腾，干起活来贼撒楞。谢谢。咋的了？这是啊？刚开始有点懵。我看你是懵，走这一步，走那一步。哎，缘分天使也送错了。我就气一件事，你知道吧？咋的了？我那三个兄弟做扣坑我。咋？我不是奔王老土来的，非得一人拿朵花告诉奔王老土来的，都给我气懵了，真的。咋整的呀？你们在第二现场咋整的呀？我气完了，我说我这哥们拿完花，你知道吗？拿完花来之后，我说兄弟，你奔谁来的？他说有个奔那王老土来的。我说兄弟是你不？兄弟说你看着就完了。我上来，我搁这上场一看，这不对呀！这不奔王老土来的，这不就剩我了吗？三个人坑我一个吗？整的他们仨全平安离场了，压力全你扛了，有啥的？让我自己扛。哎呀，好兄弟！我虽说我不是奔你来的吧，等会儿我还有个小礼物，第一个短片放完了，我送给你。你别套路我了，你这家给我整的，你再敢套路我，你再说话，你上来跟探雷似的，我上来我还乐不呲的，哎呀，马上就有999朵玫瑰花，这边的女的都说王老土给那儿的，你错了，你咋的了，瞅错人了，快点送那儿去，送那儿去，完了，不就这就了，哎呦我的妈，太难了，我是寻思咋回事呢，眼神也不大好，不是你这个嘴呀，我本身我不想怼你。你还不想怼我？你要是这么说我，我跟你说，你跟燕子姐还能待老长时间了，你就等着上原来不晚吧。你才上原来不晚呢。不是那个，我在原来不晚等着你们啊，燕子姐。我看你们这样，我来那后妈蛋里的了。姐，我真是来找对象的，你干啥呀？真套路我！你要理解，小伙子他也是受害人，知道吗？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，他也完全不知情，你也不知情，所以没办法啊。对，人小伙说了，你短片一之后还给王老土带礼物了，是吗？对对对，你看还带礼物了，有礼物啊，小吃的。对，来，来，咱看一下小伙第一个短片，了解一下能干农活啊。我叫刘月亮，23岁，来自东风。外号大牛，我当了5年消防兵，今年刚刚退伍。现在退伍以后，没有了部队哨老催着我，干啥事我都慢慢悠悠的。用我爷奶的话说，就是能蹭。早上起床，我爷奶咋喊我都不带起来，不睡到7点，绝对不起来。快起来！我平时给自己干啥都疼，但是如果说谁要找我帮忙，那我可撒楞了。我看台上王老土跟李红，你们不都是会干农活吗？今天我就要挑战挑战你们。我想让16号王老土跟9号李红比一下干农活，
这是我送给十六号王老祖的礼物。给我的礼物，赶俩猪瓜子来的。还说你那农活没服过谁？你都干过啥农活？你会啥呀？你磨磨蹭蹭给你扔着母猪圈里，那老母猪都要生了，你说你还能磨蹭的带有它有那能好使吗？大爷你别拍了，我都啥样了，我这都凋谢了，别拍了。不是你都会干啥农活啊？没服过谁呀？你就说干啥吧。你给老母猪接生你会吗？这不是力气。孵化孵蛋鹅养鸡崽子你会吗？你会不会呀？给家没服过谁？上来口气可不小，给这嘎子。你会干啥呀？你今天准备啥了？你要让他俩现场给你干，是不是好吃的呀？让小二哥上来吧，我去帮一下子。啊，是准备了是吧？对对对对，准备了要让他们俩干个农活，看看到底会不会干，是这意思不？那你跟着小二哥去忙活忙活，把东西拿上来啊、哎！挺有心呐啊！哎呦我的天哪！天哪！哎呦！不是小伙儿，你这是咋带来的？哎呀，一派丰收的景象。看到这么多苞米杆就知道我们东北又是大丰收。是。啊！没有看过任何的节目啊，就做过这种，这是要干啥呀，小伙子呀？就在这里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你们现在看到的的确是全程热烈啊，只不过呢这是特别版，这个是在农村现在这个阶段是要干啥的，你给大家普及普及。捆苞米杆是吗？捆苞米杆子啊，就是苞米都掰完了是不是？对，也都归仓了，剩下的这个苞米杆咱得捆起来，我们的术语叫捆苞米杆子。观众有没有了解的来举手，有没有哪个阿姨大来了？哎呀快快快，哎呀你多大岁数？81。哎呦身体好硬朗啊，这玩意儿都咋整你说说。第一个捋齐捆紧啊，我给你捋捋看看。哎呀你还能捋的，来行行行，慢点啊，慢点慢点慢点啊。哎呦太麻利了，81岁老爷子啊，年轻时候农活肯定没少干。哎呦好，哎呀我的家在，哎呦松花江，这还有拧个扣。哎呀看大爷这麻利劲儿，哪像81呀，57。啊这边是三股，这边是一股，太麻利了太麻利了。哇漂亮漂亮漂亮。你原来是在哪儿，在哪儿啊？啊榆树。在榆树啊、哎、这个收地收多少，就那种那个家里有多少地啊？一晌多地。一晌多地啊、哎、现在还干吗农活？不干了不干了、哎、那我看刚才看你是够麻溜的呀，干一辈子活的。哎呦啊，那你看一下那个谁，那个九号和十六号那俩姑娘干，你觉得谁能干明白呀、啊，九号也行，十六号也行，都行啊，都行啊啊，那就这样，听说话啊，干啥都透露，是吗？错不了啊，那就这样，等一会儿呢，我们这个小伙是评委，你是我们的顾问，你得给我们好好看看，行不行？行，行啊，啊，掌声送给老爷子啊！哎呀，来吧，来，掌声有请九号李红，十六号王老土，有请两位，好。看看人今天小伙给你们准备多久啊，就有点就像回下大地的感觉了是吧啊，那就这样啊，来你们两个，你来王老土跟那个谁九号，你们俩自己找个自己合适的位置啊。我有个要求，刚我必须得配曲儿，我拿音响下地。来曲儿，那个曲儿叫啥来着，你上次干活那曲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啊你准备好了吗？啊你准备好了吗？来你准备好了吗？来你准备好了吗？来你go。
道。我先让大爷先评价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啊、来来，有请我们的顾问，来，大爷，亲爱的大爷，到这边看。你大爷不吃那套，不太齐啊？怎么的？他的根儿不太齐，根儿不齐、啊。这个呢？他这齐，这个紧的啊。可能他俩松，他这紧，他这紧，他这紧是。啊，那你觉得谁捆得好啊？这个好，这个好啊。咱们一功夫，那你就快呢？快、啊，你这快毛头，指令不过关，毛头。啊，哎呀，这，哎呀，谢谢大爷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慢点慢点慢点啊，慢点。哎呀，你看大爷上来就是做顾问的，一评价完了直接就坐那儿了啊。来来，小伙你来评价一下，你先来拿去吧。大爷刚才评价的把我想说的都说了，就是我刚才他看确实，我刚开始我站着没动，他俩就是在捆。我看他虽说是快，就是表现的快，但是比较毛躁啊。李红就比较稳，然后再稳扎稳打的那种捆。啊啊啊！其实燕子姐就刚才就真的像乔帮干，其实在家的时候真的就是点堆一下子，完了再那啥，我寻思我捆那堆儿不大吗？今天不是比赛吗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但是啊，就是无论是大爷的评价也好，小伙的评价也好，我是觉得能有这么踏踏实实的姑娘，能干农活这么是一把好手，我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，我们都应该给点赞，都应该掌声鼓励一下，是不是？